刚给列表发完新年祝福，现在从寝室出来了。我们寝室寝室楼在过年期间都装点的特别喜庆，挂满了灯笼。我现在要去学校里面看一看。这里的食堂也贴上了对联儿。请测温35.8。虽然昨天年夜饭吃顶着了，但是还是想吃一点东西的。哎，谢谢。这个是学校给我们的过年发的卡，每有50块钱的餐费。学校其实不光发了一个餐卡，还给我们发了不少吃的喝的。我现在已经把他们吃的差不多了。现在我刚从食堂出来，想在学校里面溜达溜达。现在疫情期间，其实学校里面人也不是非常的多。北京现在也是暖和了不少，现在的温度已经是零上的3度。这两天能够明显感觉到比之前要暖和了好多。现在校河的水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感觉春天要到了。就一直在学校过年。您家是在哪儿？我们家山西的。山西的。对。那就已经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2年了吧。祝我们山西父老新年快乐。嗯。阖家欢乐。哎，好，也祝您新年快乐。嗯，谢谢谢谢。你也新年快乐。嗯。我说有想一起跑的跟一起。然后今晚跟他卷了不忙了，大家就没钱了。就今天是第一天在学校过年吗？他是，我是第一次在北京过年。哦，我之前有一次在厦大的时候，我们在厦大里。你凑一下距离。哦，凑一下距离是2021吗？对，有20.21天。哎，对，厉害了。祝您新年快乐，我是跑不动了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媳妇儿，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